这个也是算是最终的设计的，还是它还是一个 prototype？ 对，这个是最终设计，但是很多人会觉得它是个 prototype， 因为它上面有一些透明的，你翻过来哦，有一些电路在外面，但是它的风格就是这样。OK OK， got it。包括我们可能马上要发的一个二代的产品，两百瓦的。哦，还有也是长这样吗？差不差。你们会卖像是前面这一片保护镜的更换配件吗？因为这感觉。有时也会这应该售后那边就是如果出了问题会售后、okay. 这个你使用过程中会就你的经验里面会有对有的时候还是会不小心撞到还是干嘛撞到的那边对啊那还是有可能的啦只是问一下而已啊不确定对应该售后应该可以解决对当天然后你可以点一下它会一个快速的一个切换哦、oh, OK 不管是色温还是亮度上都会你们会有更大的电池配件吗？这一款只有这个东西了。然后这个电池包呢，就你100%亮的时候，它大概是半个小时，然后50%的话是一个小时。但是我们所有的灯就有一个自适应充电技术，就是你可以用任何的充电宝，然后给它直接进行充电。也就是说，之前你们可能用的时候会有一个微口的电池，然后要拿一个电池包去用。那后续呢，我们的产品是你直接可以拿这个充电宝，然后直接插上就可以用。你说直接插这边吗？还是插？直接可以给它供电，没有。哦，这边没有。包的情况下也可以，或者你插上去也可以。就相当于这样，其实它已经在给它供电了。懂。你把它这个换成任何东西。你要懂 ，be afraid of it。不行。它这个风扇它是全都自动吗？还是我可以去设定说它全自动？它里面有一个算法，有芯片控制。基本上，比如说你100%开的时候，大概过个几十秒，它就会自动开。然后当然和那个现场的温度啊什么各方面都有关系，它自己会控制转速。OK OK。声音的话还可以了。Want to hear the noise? Yeah.Thank you.